小朋友同埋主音樂嘅演習。咁我之前去過英國一次啦，就都去過 Scarborough 喎。咁之後同埋孫若小朋友嘅 Scarborough Fair 令我有再一次身臨其境嘅感覺。咁我最近咧就喺學校學緊西班牙文啦，學咗兩個學期。咁我就同好多西班牙人多咗好多接觸喎。咁我就發覺佢哋嘅文化咧係好有熱情。咁我就令我諗起下一位演出者啦。佢對佢嘅聲樂絕對係好有熱情、專業、用心。喺陳老師嘅指導下，仲有好大嘅提升添。佢為人好有活力啦，好有笑容。其他我就唔知啦。不過佢嘅笑容絕對同佢嘅名字一樣係咁燦爛嘅。有請演唱者劉燦坤先生為我哋帶嚟歌曲《西班牙曲夾子》伴奏 Patty Hon， 掌聲有請。
歌咧係著名嘅電影《電影《鐵達尼號》嘅主題曲，而呢首歌旋律多變，雖然只有短短四分鐘，但濃縮咗成套電影嘅精華。咁下面就有請趙淑娴女士為我哋帶嚟呢首家園回曲嘅《My Heart Will Go On》，請欣賞。
接下嚟咧，就有請鄭文夫先生為我哋帶嚟一首為耳熟嘅民歌。呢首歌咧講述嘅就係對一個叫做阿雅日古麗嘅呢個女子嘅思念之情。我哋有請鄭文夫先生。Thank you.
多謝蕭子彤女士的呢一杯美酒啊！我聽完啲咁著歌曲，我都覺得迷迷地啦。跟住咧，唔記得大家記唔記得 Coco 咧？佢喺歷屆嘅音樂會度都為我哋帶嚟過古質嘅獨奏同埋鋼琴嘅伴奏喎。咁雖然啦 ，Coco 就去咗美國升學喎，但我哋今晚有 Coco 嘅細佬 Eden 帶俾我哋歌曲 G in D major 嘅歌曲。